觉，对，然后就可以看。哦，姐姐，然后下面这边调整。姐姐已经看了，全部看完了。然后这个可以看细菌哦，就用口水这样吐在上面，然后就可以看到。吐哪一个？吐在那个板子，因为爸爸以前小时候也有。这小这个。爸爸以前之前去中正纪念堂，然后抽奖。这个小小的圈圈吗？哎，先看完，然后再。亮亮的。宝宝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坏掉，可能。妈，怎么弄？对对对。然后把它插进去，不是，做先插，不，直的嘞。直的、欸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，都是自己手。哎，可以看了，你看，然后这边可以调，老细菌哎，这边可以调，嗯，那是洋葱的显微镜哦，真的、欸，蝗虫。它好多个，这是虫，然后这个是红毛草。哎、欸，它不错，我还附这给你们看，洋葱，切，眼泪流。我看一下，啊，我有洋葱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？好酷哦！蝗虫，哎、欸，很酷哦！啊，这样子你看一下，里面有一个圆圆的东西，圆圆东西。啊，有一个好恶的东西哦！因为那是虫虫啊，什么？洋葱？这个真是吸袋型的。蝗虫，好，你帮我放针。蝗虫，我看到了，真的有哎、欸！你看，前面一点哦，可以开关哦，就可以让我们前进一点哦。移这个移近一点，这样可以看得清楚的哦。你出去啊，有没有？开灯光，这样子啊，然后就看别人的口水。